好，各位大家好，我的后台有一个学生问了一个问题哦，那因为这一句比较难哦，所以只能做影片讲哦。我本来想要打字回答他的，不过有点难讲哦，因为范围比较大哦，所以做影片回答他哦。他说这个，等一下哈，他说这个，把它放大。他说："这个おしゃべりしていたら夜になりました。"他说他的疑问是："这个いたら是什么意思哦？"然后他说："这个 Google 翻译都查不到哈，电子字典查不到哈，那查不到是正常的，因为它是有文法哈。好，那我们先来解释这一句哈。"好，我们现在解释这一句哈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啊，テイル。哦，好，テイル有几个意思，有那个正在做什么嘛，现在进行式嘛。哦，第一个是正在做什么嘛。哦，然后第二个是长时间的状态有没有？比如说，哎，我结婚结哦，结婚结好几年了哈，你这个动作做好几年的可以哦，长时间的反复做的动作哈。哦，说这个动作做好几年的，我们可以用。这个テイル哈，譬如说結婚してる，哎，我结婚了哈，我结婚了，但是这个哦，我结婚了哦，但是结婚是要结很是一个持续很久的时间嘛，哦，所以テイル还有那个长时间的状态哈，那状态我们就翻折根了，那还有短时间的状态有没有？短时间状态哦，譬如说来テイル啊，来テイル说啊来了哦，他来了哦，他来了哦，所以这个テイル的话，我们翻第一个是正在啊，第二个是。长时间的状态，这个动作要做反复做很久的一段时间，都做好几年的，哦，或者是短时间状态，短时间状态跟长时间状态，我们就翻折根的，所以，today 就是来了哦，他来了这样子哈，好，那我们看一下，那我们先看这边哈，好，你这个shaberu 是讲话呀，哦，shaberu 是讲话，哦，那你 hanasu 也是讲话，哦。你的 you 也是讲话，有什么差？好，you 就是讲话，就是讲话。那 hanas 是感觉比较那种聊天那一种哦，比较轻松的讲话哦，所以有人会翻聊天。那你这个 shaberu 嘞？你这个 shaberu 是讲话，那 shaberu 是感觉那种叽叽喳喳、叽叽喳喳，一直讲、一直讲哦。譬如说，我们去餐厅吃饭哦，餐厅吃饭就会这样子嘛哦，那。那一桌的那个朋友在那边叽叽，一边吃饭边聊天，聊聊是非，然后讲很大声，隔壁桌都听得到哦。啊，那个一直在叽叽喳喳、叽叽喳喳一直讲，就叫夏贝鲁。哦，所以他们三个都是讲话，但是意思有点差哦。所以夏贝鲁这个意思哦。好，那我们看这边，那他这边给他改成哦夏贝里哦。好，你这个改成夏贝里是哦，我们说连接型可以当名词嘛，所以名词型哦，那你加个哦，还是名词哦。那我下贝里死路哦，就是哎，叽叽喳喳讲话聊天，有没有？哎，那改成 stay 路啊，这个 stay 路什么？正在讲话聊天还是什么？我们这边是应该是状态是折跟哦，我们状态嘛，状态是哎长时间的反复和短时间的状态，所以就是讲着讲着一直在那边聊天哦，好几个人聊天，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，然后叽叽喳喳一直讲哦，那我们给它去一加塔拉哦。好，我们这个塔拉一般的话是翻什么的话嘛？有没有？哦，就是什么的话嘛。可是这个啊，可是你如果后面有加过去式的话，哈，你的塔拉后面有过去式的话，就是什么什么做了想不到，哈，做了什么事情就意想不到怎么样，做了什么事情就意想不到怎么样。哦，所以这边おしゃべりしていたら，哦，就是哎。跟人家哎，跟朋友很高兴，在那边叽叽喳喳讲话，一直聊天，一直聊天，讲这讲这讲这，聊着聊着聊着，哦，然后就怎样？尤鲁尼纳鲁哈，然后那个时间加尼纳鲁是变成什么时间？那尤鲁尼纳鲁就是什么？就变成晚上了哈，哦，就变成晚上了，是不是？那尤鲁尼纳尼玛西达是什么？你如果前面是塔拉，后面加塔是做了没想到哈，所以没想到就聊天聊天聊着聊着聊着，哦。那、啊、没想到就怎样啊？没想到聊到晚上了哦，就这样哦。好，那这个我会把这个影片贴在这个学生问问题的那个清单好了哈、哦，那个连接哈、哦，那个一大堆学生问问题的，然后我会把这个影片贴在
我会把这个网址贴在下面哈，那希望你看得到。哦，那这个是还蛮初级的啦，蛮初级的东西。这样好，谢谢收看。